你看这小孩笑的，都玩过是吧？我给你来一个落地成盒，你看像不像落地？救救我！救救我！你怎么给你形容一下？啊，夸张了啊！啊，夸张了。是吧？啊。空姐后来怎么进入文艺圈的呢？后来呀、我原来是在飞机头等舱服务，然后有一天遇见导演了，导演给机会我就把握住了，这么转这行。把握住了。对呀。那你笑，他不是像我师傅那嘎那个，他不是那个把握，他是那种把握，抓住机会。是的。这个导演带他拍了很多影视作品。但是在大陆是看不到的，在好莱坞拍的，国内没有版权，你说明白。好莱坞知道吗？大哥，你看我好不好？好啊，来屋，来吧，干嘛来吧？别瞎说啊！瞎说啥呀？不闹了啊！给大伙合作一段，来段。哎呀，这就给我把握住了，不能让我扫码吧？别这么小气好不好？好莱坞咱消费不起，太贵。消费不起啊，别怕。就这个好莱坞。勇敢一些，说出来来。回来老直播让我给刷礼物，我都刷拉了，我都拉裤兜子了。讲讲价吧。我给你演出，我上来给你讲价来了。以后一个月我给你刷一万行吗？不行。加个零呢？十万呢？十个月一万呢？钱毛了，都不买你行不行？超市都安监控。别废话了，都死得了。啊，来到《射雕英雄传》给大家啊，《射雕英雄传》对，好，你演男主人公，谁？郭靖啊。男主人公不是雕吗？我演郭靖，对，那没意思。我啥意思？啥有意思？把那图片放出来来。